职场达人教你上位攻略。你好，我叫杜拉拉。有些事情你自己知道就好。出位就出局。总部觉得数额太高，从700万削减到500万。我觉得还是可以完成的。你说这个杜拉拉是不是脑袋有点毛病啊？释放时间要以退为进。That's it。什么？做手术？亏你想得出来。据理力争，占台身价。别的部门都是自己打包的。我们是别的部门吗？识做嘢不如识做人。伊文也帮我了解一下，谁做了这个针包刺？做得 very very cute。搞暧昧是办公室最佳投资。千万别得罪女同事，说不定有一天她就会成为你的老板娘了。徐静蕾自导自演，莫文蔚，我的能力谁都看得见，我应该升级的。公开距离职场不败秘技，她就是杜拉拉。周六休现场，杜拉拉升职记，星期六晚9点卫视电影台首播。